游梦进入战斗被切成两个了，我知道。不行就锯齿，然后买黑切或者直接裸黑切打鳄鱼也行。反正冰刀我感觉后期也可以出，啊，这把还是得出冰刀，我感觉。 不好打，再卡了。鳄鱼还是不好打。哎，不过还行。 哇靠！猛男冲击，好疼！你们别小看这几点伤害啊，可能他的伤害从3点变到7点、8点都加了很多的小细节伤害，因为你这样你每一段打你就会很疼。 猛男冲击，这个猛男又冲击，也可以跟他打，没事别怕他。就走就行了。哦，红色方针不好抓，打他一套我们再走。回家1000买锯齿，对，反正剑魔第1件锯齿对线是没错的。 然后彗星焦灼什么的，你看这符文伤害加了好多了，然后陷一空，拜拜。解解又输输，对不对？一个 Q 一打150，这还是一段 Q。少100块感觉真不一样。 走走走走走，回家买鞋子还不用，还是跟之前没什么区别，不用去纠结大剑，玩法还是跟我们之前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穿甲，还是一样很攻势的出，这样出很稳定。他买了个这个东西干嘛呢？我又没征服者，穿透剑魔你出吸血压制他是没用的。 他是秒你的，秒人直接秒你。征服者提亚马特我不建议玩，消耗效率太低了，真的。而且1200攻击力，我感觉好好傻逼呀，太蠢。开大。 哇，蓝色方压红色方的线，好容易死啊！蓝色方变劣势路了，这怎么抓怎么死的，我操！
蓝色方便劣势路了，大伙。这地形来看，确实对于有些英雄来讲，尤其线被卡这里是最恶心的，一旦卡住就结束了。卡一下先走了。 这个先会推过来的，多空雷更新，就是测试。赵云不会去找我的，还真去找我。嗯，符文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但他这个穿透已经多了好多了。你买个锯齿就上限就19穿透了。给我看一下这把。 可以买黑切，黑切 A 人会加鱼，加的不是很多。太卡了，不太好 Q 的。哇操，19的穿透啊！他这不买护甲鞋，我感觉他打不过我们。 你别看他这里数值显示很小，他每一段伤害都会多那么一点点。会改版。其实我感觉好像不用买，先买一些我行，一些梦也可以。 优梦2700，便便又移移的，还差350就有了。好疼，我还没到满级 Q。 哇操！忘了他是鳄鱼了，错了，呵呵，忘了你是鳄鱼了，我操，该磨还是磨，嗯 ，Q 半天不如人家开一个大，幽默的，忘了他是鳄鱼，我的。 直接出，直接出个剧情。我感觉打鳄鱼征服者可以直接裸青龙刀了。我觉得鳄鱼也是裸青龙刀厉害一点。
我感觉我的二段是我的三段。 还得是九头，换了时光就要来了。那我感觉其实第二件青龙刀，我想第二件直接夜之锋刃的，我感觉夜之锋刃好像会更厉害。直接幽梦加夜刃吧，大伙，我试一下。帧数的确实算杀了呀。 啊，主要还是啊，不对，那延迟。我他也出穿甲，你什么穿甲？我感觉鳄鱼出穿甲比剑魔厉害的多。跳弹，哦，不舒服。啊，还真是，小剑这个是性价比最强的，没有之一。小剑这个是真的是最强的。你看这也是28了，对不对？ 28，你再配上你的猛男冲击，直接37的穿透，你才13分钟，剑魔就能无视对方37点护甲，这什么概念呢？大伙，我操，这么恶心的，谁到这里来杀的？哎，他怎么知道我会从这边过来呢？ 鳄鱼出破败会不会强？也就那样。这个好恶心。我开幽梦，他必死我。他如果不用意，他是必死我这个。我感觉我要去搞一下他队友。 哇，真顶不住啊！这鳄鱼，我操，我 Q 了2下，顶不住了，这真的顶不住啊！我 Q 1都200多了，我一段 Q， 这可是我的一段 Q。 好经典的故事。酒桶你来了，耗子有了。 33，这样我就有42的固定穿透了。第三件出新虫了，看情况吧。降百其实也有点生命值，也不算太脆的，但是就没有 CD。第二件降百的话就是没有 CD， 其他都倒还好了，就是没有 CD。 狗操的卡特不过来，没 CD， 没 CD 会比较难受。
感觉好像第二件还是得青铜刀，他也要买幽梦吗？ 两千。 确实 Q 人挺痛的，这固定伤害。我42的固定穿透。你们觉得第三件买什么好呢？我感觉他第三件还是得青龙刀，这装备非他不可的，有一点点的感觉，非他不可青龙刀。然后除了青龙刀以外，没有平替的。他主要是捡你的小技能 CD 也很多，这个是关键。 开大，剑魔这版本单挑好像没对手，他只要穿透起来很少人打得过他。哇，够了，哥们，给你吃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等你过来，等你哦，大头。第二件就是感觉青龙刀，看情况吧。 打死的大头，又杀你，臭大头！ 搞定，青龙刀，青龙刀还是得有，第二、第三件得有个青龙刀，得有个青龙刀的，啊，这样 CD 就够了，他会捡小技能 CD 下来很多，那感觉一样。 你吃不如给我吃，要干嘛呢？我，给的够高的。
这个确实伤害挺高的，青龙刀。 其实半血以下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就你不一定要自己打到半血，你队友打到半血，你去 Q 他也会减速的。我觉得冰刀也是不错的。嗯，冰刀好像还是得有，但尽可能做那个什么残暴之力吧。如果你要合冰刀这件装备的话，尽可能去买残暴之力。 买残暴之力会好一点，这样的话我就50的穿透，把你固穿直接顶上去。黑切叠太慢，对我不喜欢出黑切，黑切要顶。但黑切也可以出吧？但我感觉黑切不是很热键嘛，就青龙刀是。你要穿透你就买固穿或者百分之，感觉这种堆叠的有点太激注了。叠满12%的技能伤害。 百分之10哦，这么惨，没有眼给我，这个团我都还是打。哦，打不过，哎呦，Q啊，这个EZ，我操，还真是这样啊，嗯，星，我看看，幽梦套子，然后加青。